大衣学妹妹偷偷闻了，学妹给我洗的衣服，被学妹看到，感觉再也没脸去见学妹，于是开始经常躲着学妹。干嘛？躲着我呀？没躲着你啊。好闻吗？好闻吗？不，不是，是刚那个人他撞的，不是。 不是，不是，是刚那个人他撞的，不是，不是，这你听我解释，不是，你生气了？没有。你，我生气是那个意思。太好了，我觉得我和学妹又醒了。 我想，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午后林荫下的背影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几点呀、啊？米洛，米洛几点啊？米洛，米洛，死亡。